上次去了闲云艺术大话西游梦工厂，参观了一圈，最后走到了饭堂门口。到底是搞艺术的，饭堂名字也很艺术，叫提香餐厅，里面也是层层渲染，充满了十足的艺术气息，就连桌布也是颜色各异，各种不同的油画风格。哎，下次小心点开，49块1片啊，你们打几片两片？2份。38。5个菜要吃。5个菜是不是任选呢？38。正好到了晚餐时间，问了一下游客也是可以用餐的，19元1份，5菜1汤，那就在这里吃一次体验一下吧。食堂阿姨很干净整洁，打饭前戴好了口罩、帽子和手套。看看都有什么菜：蒜苔炒肉、蘑菇肉片、青椒炒肉、素炒凉瓜、有土豆丝，还有一个青菜。最后还有免费的凉瓜蛋花汤，装了满满一大盘，看起来好丰富。不过实话实说，虽然5个菜，可全是一个味道，